我还是要尊重各党团的委员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算留会啊，算留会，你们可以先离开啊，好不好？已经十几分了，嗯、啊，好不好？那个其他党团，这个国民除了国民党团之外，其他党团都可以，我们就今天就留会啊，我会再发这个啊，另外定时间啊。